这个沙漠里面植树走林，不是日天两天，日内两年的事情。它是一辈子、两辈子，甚至三四代人才能做出来的效果。我们这一代，就像我现在这样，我大伯、我爷爷他们付出了，但是我呢，也要付出来，把我的青春留在这个地方。我叫郭石。是古老县八步山林场的第三代植沙人。这个树下来得十多年才能长这么大，长起来了才能真正的固沙。大树了，它就把这个沙就固住了。在沙漠里面栽一棵树，在我觉得特别的不容易，因为从它发芽到它秋天落叶，我都是每天都是看着它们，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树就跟我的每个孩子的它是有生命。这个树浇活了它就是以后的千秋万代。绿沙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经济收入，我们怎么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对，这几年在这个林场里面就是沙漠治理好了，得向沙漠要效益。我在林场里面养殖了这个鸡，咱们现在过去看。这鸡场什么时候建的呢？这个也是2018年，有鸵鸟，有鸡，还有鸭子。它现在1000多只鸡，但是有一部分母鸡还是在下蛋呢。有鸡蛋呢，这个得爬下得拿来。散养的这个蛋啊，对，市场上卖的要好。我就希望我们把沙漠治理好，让更多的荒漠变成绿洲，让沙漠、让荒漠生出金蛋蛋，扩大这个养殖场的规模，来增加更多的收入。通过网络直播，我是甘肃省古老县八步山林场的第二代植沙人。我叫郭爱高，这个就是当时的刘老汉，这位是我的父亲。那么他们那时候植沙倒林的时候就写的这个合同。老人们既没有植沙经验，是又没有植沙经费，应该说当时老人们走得很艰辛。那么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没办法，你如果不植沙，我们的土都保不住。我们的当时的土豆都这么大了。一场大风刮来，全部刮掉，没一点收入。老人们想着，如果再不治这个沙，我们就要到哪里去？Guo Wangkang dice que la generación de sus padres fue influenciada por el espíritu de Da Qing y Da Zhai. Después de la fundación de la Nueva China, una de las prioridades del partido era construir la economía. A finales de la década de 1950, se descubrieron enormes reservas petrolíferas en Daqing. Fue un hallazgo tan importante que mereció que alguien le compusiera una canción. Da Zhai, en la provincia norteña de Shanxi, es una aldea modelo en la lucha contra la naturaleza. En sus montañas se construyeron 15 kilómetros de terrazas para cultivar arroz. A partir de finales de los años 50, el partido movilizó al pueblo para desarrollar la industrialización de labor intensiva. Esta fue la clave para convertir a la Nueva China en una potencia industrial.八步沙，通过我们近40年的艰苦治理，从过去的寸草不生沙漠，到现在的一片绿洲。那么它不但保住了我们的土地，还保住了我们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我觉得今后啊，一定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我老了，干不动了，
我们还希望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那么也有坚持下去。我们吃啥的泡烧是从南到北。我那是去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甘肃期间，专程来到我们八步沙岭场。总书记能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我确实的感慨万分。习近平走过去，向他们询问作业方法，并拿起一把开沟犁，同他们一起干起来。 最深的印象就是总书记他那个下车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小伙是最年轻的，以后还要靠你们。”我们临朝啊，老七的成立了党支部，我就是党支部书记。我写入党申请书的时间是我大伯，他是明日次。之后明天见我都说你入党去。党员在我们治沙过程中的导中呢，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我觉得。 我改了该改的事情，不要说是有多大的任务，我把我自己的事做好，因为我是啥，我是共产党员。只要有好日天，条件允许，我就一辈子把这个沙漠要治下去。